次见到月月啊，其实我在抖音上也关注你，微博上也关注你，抖音上面的形象可能跟现在形象有点不太一样。对，真的，我觉得抖音上其他的可能，其他的去 idol 就是展示自己的美呀、啊，对吧？然后月月子可能就是颠覆自己的形象，老是出其不意的给我们一些惊喜。好，那现在正在看直播的宝宝们啊，别忘了把我们的直播间链接分享出去，同时呢，来给我们的月月点赞啊。好，欢迎欢迎月月啊，上面有很多你的粉丝已经在为你加油了、嗯、谢谢，感谢大家的加油打气。嗯，好，那月月既然作为我们这个奥妙的一个品牌推广大使啊、嗯、那我首先想问一下，你对于我们奥妙这个品牌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吗？奥妙这个品牌有什么印象？嗯，就其实感觉是我从上学时期一直用到现在的一个品牌，嗯、就是从小用到大的是吧？对，就是从小用到大、嗯，而且就是它，嗯，给我一种就是，嗯，就是其实我还蛮认同就是奥妙的一个理念，嗯，对，就是那个就是不要担心就是在那个追梦的路上就是不小心弄脏自己啊，就是会有一些污渍啊什么的，对，对，很多人有我们奥妙陪伴我们。是、嗯、那其实这个你说你是从小用到大的，我也是、嗯、就是感觉一路成长以来、嗯、衣服有什么问题的话、嗯、直接找奥妙就可以了。对，而且呢、嗯、我们想说衣食住行衣是排在第一位的、嗯、对吧？像你平时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嗯、肯定要穿华丽的礼服，嗯，对吧？你的平时的礼服是怎么打理的？平时是专人护理的是吗？我们经纪人哥哥，对，经纪人哥哥直接帮你打理，对吧？哎呀，其实就是我平时就是有训练嘛，嗯，就是我们训练那些练习的衣服，然后其实就是靠我们的奥妙来打理的。哦，这你平时练舞很多对吧？哦，太多了，是不是天天都要练？基本上每天都要练舞。哦，嗯、然后就经常会有一些地板动作啊，嗯、就是你裤子啊什么，而且我特别喜欢穿白色衣服。我超爱穿白色衣服，怪不得。然后我妈就经常会说我，然后就说，她说你这个人就平时对你自己衣服的管理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经常吃东西会弄到身上，然后要么就是跳舞的时候就是会不小心把衣服弄脏这样子。但是我是又是觉得这个白色的衣服吧，就是我个人又很喜欢，就你很喜欢，对，显得人很元气，很就是非常的有活力这样子，但又很喜欢穿，所以说我就是就很矛盾对吧？对，很矛盾。然后但是有奥妙就是护理的话就是真的还不错。对，是因为像月月天天练舞的地板的动作、嗯、那可能就是不经意就弄脏了，而且白色衣服特别的不耐脏、嗯、就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比如吃火锅啊、嗯、吃烧烤啊、嗯、油啊不小心滴在自己白色衣服上、嗯、这种情况下、嗯、是不是也是用到的奥妙的产品？嗯、哦，对，肯定是要用到奥妙的产品、嗯、是。好，那刚才其实月月也说过，他说我们奥妙的一个品牌理念就是不要害怕弄脏衣服的过程、嗯、即便你可能天天要把自己衣服弄脏，但你还是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嗯、对吧？就是坚持自己心中那个理想、嗯、我们就是一件事要做到底，脚踏实地的、嗯、慢慢的往前走。我们也感受到了月月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生活的人，嗯，对吧？对，蛮喜欢挑战的。嗯，好，喜欢挑战自己。那我相信其实我们很多的红绳宝宝呢，在一路以来看着月月，比如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看到你在不断的努力。其实你是一个应该不算是很会表达自己有多辛苦的那种人，对吧？你就是经常会，比如说我只是把自己的成绩拿出来说，但我不会说我这个过程有多辛苦，应该是这种的形象，对吧？嗯，就是很少跟就是粉丝去说自己就是这个路途上面有多有什么磨难啊，对吧？对，因为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我自己的粉丝能开心，嗯，然后希望他们能平安喜乐，然后所以说就是喜欢把自己就是阳光的一面、美好的事情分享给大家，然后而且大家都特别喜欢我舞台嘛，对，然后就是想不断的精进自己的舞台，然后想让大家是有一种惊喜感，嗯，对，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路中间的这些故事啊，还有一些什么艰辛啊什么的就不重要，全部都全部都就是重要的还是就是想展现给大家不一样的一面，然后想给大家展现一些惊喜的一面，是就是有一种哇我下回看到这里又不一样了就真的就很所以你还是一个就是给大家展示正能量的人，对吧？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所过的生活是你自己的理想生活吗？就这一路走来、就一路走来其实是我自己想过的理想生活。嗯，因为就是原来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就是生活会有一种
只干这么一件事情会有点无趣的感觉。嗯、然后就是自从就是接触了就是艺人这个行业以后，嗯，然后就是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很有趣，嗯，比如说可以去拍拍照片啊，然后拍杂志，嗯，然后可以去舞台上面唱跳，我觉得就是每件事情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嗯，很幸福。嗯，那么除了说是关注音乐、关注舞蹈，还有就是专注于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从艺事业、从艺的道路，还有什么你生活中的一些爱好？还有什么爱好？吃算不算一个？吃算是爱好，然后还特别喜欢打游戏。啊，你也喜欢打游戏？对，特别喜欢打游戏。是一种解压的方法吗？对，是一种解压的方法，而且我是什么游戏都打的那种类型。嗯，是吗？你这么厉害的呀？对，是一种解压的方法，而且我还有些时候是特别喜欢去游泳。游泳？嗯，是健身吗？还是说纯是放松的？就都有吧。就是游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健身方式。嗯，因为它可以训练到全身上下的每一个肌肉嘛。对。然后呢，它还就是可以，就是你游完了以后就会觉得很疲惫，然后你要回去睡觉都会睡得特别好。其实我刚才听月月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坐在我身边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 idol 的形象，反而是一个特别亲切的一个邻家的少女一样，真的是非常温柔。所以呢，我们在直播间的所有的红神宝宝妈，抓紧时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在公屏上打出来，稍后呢月月会随机的抽取几位宝宝来回答你的问题，他们都说特别特别的爱你。然后也感谢啊，我们月月来选择奥妙成为他的这个推广大使，你太温柔了，而且是全能天才。啊，倒没有全能天才，就是每一项都在学习当中。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现在的理想生活呢，就是靠自己不同的那种尝试和打拼才换来的，对吧？对，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一开始什么都会，然后一开始什么都拥有的。嗯，对，都是靠你一步一步自己积累才会拥有的。对，所以呢，我们月月是不是要我们鼓励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红神宝宝们要大胆尝试自己的生活，跟他们来分享一下你对于理想生活给他们的一些期待吧。理想生活就是我分享我自己的理想生活吗？就是给我们红神宝宝加加油，打打气。有很多人在考研啊，对吧？找工作啊。对，而且马上要开学了。对，哎呦，这是一个难悲伤的故事。好好上学哦，朋友们。对，学习真的很重要。学习很重要，好好上学，好好听父母的话，好好听老师的话。对。对。就是我分享一些我的经验吧。就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对，就是经常就是父母会给一些建议给你啊，或者什么的。对，但当然你得有自己的理想，但是父母是过来人，然后就是他也会给你相当的一些建议。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多就是有问题多跟父母跟老师沟通。哎，沟通真的很重要。好，也感谢我们月月对于我们所有红神宝宝的祝福啊。无论是考试的，还有我们上班的，还有正在努力过生活的所有宝宝们，都要像月月一样啊，每天努力的为生活进步那么一点点。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一波开播福利啊。月月刚来的主持现场，也是拿讲过来的。那稍后呢，月月为我们倒计时五个数，我来截屏，你来倒计时，好不好？送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送我们面前这两款，一款就是我们奥妙的三效合一洗衣凝珠，然后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的樱花的洗衣凝珠。这两款我相信自己也经常用，对吧？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直接抽啊，这两个直接抽，而且我觉得单抽这个奖品呢，可能还不足以诱惑大家，我们就邀请月月来签名，好不好？好，就是现场签啊，现场签，现场签。好，先签哪个？这个是签吗？对，现在签。来，那个公屏上打出 slogan 啊，打出什么？你想个 slogan 吧，就是我们来截屏。想一个，月月最美。想想。就祝大家平安喜乐啊！祝大家平安喜乐吗？那就是月月祝大家平安喜乐啊！来，公屏上打出来，月月祝大家平安喜乐，公屏上打出来啊！稍后呢，我们会为各位来抽奖，预告一下，今天我们五轮抽奖啊！哇，已经签好了，来给大家做个展示啊！啊，这是你的英文名是吧？看到了吗？月月的亲笔签名啊！我们这位粉丝宝宝太有福了，两个直接送给大家。月月，祝大家刚才是什么？月月祝大家平安喜乐，喜乐好像有点长哦。来，那个月月祝大家平安喜乐，抓紧时间公屏打出来。大家还没有，大家还在可可爱爱呀。我们这个直播间是有延时吗？还是怎么？我来打一个月月月月，
祝大家平安喜乐。记得是月月哦，不是哦哦哦。对，千万不要打错字啊！我不希望大家能够打错字啊。对，就是奥妙的奥啦。啊，他们有好多问题哎。他说你最近是怎么平解压力的？最近怎么平解压力？今晚吃了什么？我天哪，他们都好喜欢你，都问的问题都好贴，就贴切。都是问我怎么样？对，就你们都不想这。我们今天预约来到直播现场是为各位送福利的。对，我是为你们送福利的。对，奖品不想拿吗？我很好，我过得很好。别忘了啊，就是在我们抽奖的时候要首先关注左上角联合利华嘉清旗舰店的直播间，对，左上角，嗯，对，好，那看他们现在还沉浸在对你的这个问候当中，这样吧，我们直接抽好不好？嗯，好，直接抽，直接抽，来，那个月月帮我们倒计时五个数，准备，来，五四三二一，截屏成功，好。我先来给大家念啊，就是满屏抽第一位，而且呢，这位朋友没有任何遮挡的，月月给大家公布一下吧。是哪个？应该是看海的信已失效，啊，是吧？因为第一个在哪里？就在这里，蓝色的字体。哦，看海的信已失效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信已失效的朋友，恭喜你啊，获得了由我们月月送出的两个洗衣凝珠啊，两盒，一盒是三效合一的，另外一盒呢是我们的樱花洗衣凝珠。下播后，哎呦，黑屏了。啊，黑屏了。没关系，下播后24小时之内联系我们的客服啊，保存截图记录，报上你的 ID 号就可以领取你的奖品了。那恭喜这位宝宝，我们还有4份大礼没有送出，而且最后呢有个终极大礼，想要的话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那评论啊，他们现在才刷，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情况？他们可能就是大家就是特别想知道我今天晚上吃了什么，对，他们说就一直问这个，真的是他们对月月的关注的就是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对，好，那我们刚才因为已经抽出了，稍后的时间呢，希望大家及时的来和我们月月来互动啊。好，那刚才分享了你的理想生活，也分享了你的一些心路历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粉丝啊提了几个问题，就总结了一下，大概是5个问题，想要问问你。这个时候快问快答的环节来了，宝宝们啊，如果要是想更多的了解预约的话，一定要时时刻刻来守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创造营最难忘或者说最遗憾的经历是什么？啊，最是祸吗？都可以啊。最难忘的经历，我觉得最难忘的经历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其实我之前在去创造营之前，就是我会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跟就是外面的朋友交流，就是会有一种就很害怕跟大家聊天啊这样子，然后也不了解大家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就会很担心。对，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就是进创造营之前有一个表格，然后上面写的说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我说我最想实现的愿望是进创造营能交10个朋友。哇，你是真的会给自己写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对，我会写这个目标，然后我就说希望能交到10个朋友，结果我就提前超额完成了目标，说明你的人缘真的很好。对，然后就是其实也是大家都是很好的人，就我觉得就是，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就是在创造营里面我认识了很好的大家，然后在最美好的时光认识最美好的大家。而且我身边那些人就是真的就是对我特别好。然后就是现在也还经常联系吗？对，现在还经常联系。哦，那就这个很难得了。真的，然后就是大家也会互相伤害，今天晚上大家吃了什么，然后就开始就是发那个火锅呀，然后什么时时刻刻在诱惑着你。对，时时刻刻大家都保持着联络呢。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很多时候朋友他可能不是泛泛之交，不是说离开了创造营就怎么样，大家就越走越远，不是，我们可能真的是交心的朋友。所以呢就是一路以来有什么难过啊快乐的事都可以互相分享啊。这也是我们希望所有红神宝宝啊，你们一定要多多的来帮月月，比如说他快乐的时候跟他一起鼓掌喝彩，然后月月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所有红神宝宝多多的交流，多多互动。好，那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你怎么看待逆风翻盘这个评价呢？逆风翻盘这个评价是评价我也可以评价你就一路以来的，比如说一些你觉得自己的演艺事业或者是音乐事业啊。不单单是评价人。逆风翻盘其实怎么说呢，其实的确是啊，就是按照我这几年的历程来说的话，我其实真的不是那种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顺利的人。我甚至做什么事情都有稍稍有一丝
没那么幸运的那种，属于是，对，所以说我格外珍惜我现在的成绩，对，因为这些成绩是真的是一路就是实打实的打拼出来的，因为就是很多人那个时候就是可能现在看来的话都会说，哇，知道你现在拥有很多东西，但是真的一开始不是所有人一开始都拥有这些东西的，你必须得要去积累，对，因为一开始其实，我刚刚做到这个行业的时候，然后其实一开始真的不太顺利，然后也是，就是包括之前我们会有公演啊什么的，那时候公演人数也很少，然后我那个时候是甚至就是还到街上面去发过那个传单。哇，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对，有这个经历，因为那个时候是来看公演人数是真的特别少，我记得那时候还下雨，然后我在路上还遇到了外国友人，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然后就一直就是，就那段时间过得也蛮辛苦的，然后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一直坚信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一开始我们就是我所在的任何一个地方，就包括我上学的时候的班级，然后后来工作的一些环境，然后都是一开始不可能不被看好的，对，但是我觉得越不被看好的话，我觉得越要证明给大家看，对，越要证明给大家看，我觉得就是越不被看好的话，说不定以后绽发出来的花朵才会越来越精彩。哇，这话说得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逆风翻盘这个词可能不是很贴切的形容你，我觉得你的每一步归根到底可以说是天道酬勤，对吧？其实逆风翻盘这个评价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你才可以逆风翻盘。对，是的，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时势造英雄嘛，就很多时候那机会啊，就不可能说是由你单方面原因去决定的嘛。但是预言呢，它不管说是外界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自己有一个准则，自己有一个初心，一直在守候，所以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会绽放出最美的花朵。像刚才月月说的啊，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红神宝宝们啊，和你们的 idol 多学习啊。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好，来第三个问题啊，请问月月，有可能如果你受到攻击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应对呢？这个受到的攻击是指的是，就可能是这么，比如说就网络上有一些一些粉丝啊，他怎么怎么讲，对吧？一些键盘侠啊，他可能会经常说一些什么问题，对，会对你的生活有影响的话，你怎么办？还好，其实啊，主要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我明白了。这其实还好，就是其实网络上面呢，会有一群爱你的人，然后网络上面也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一些朋友，他会想要对你指出一些你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对。但是首先你自己要对你自己有一个认知，你是哪些地方你是真的不足，然后你去结合他们的言论，然后再去对比我还有什么地方该进步，把大家的言论作为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言论，作为一个激励你往前进的一个途径的话，我觉得都是好的。然后看你是怎么去分辨，看你是怎么去就是处理现在的这些事情，还有现在的这些情感。对，主要是看你的心态。对，主要是看心态。对，而且就是我其实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比可能相比就是网络上面的人，我可能会更在意我身边人对我的评价。对，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好友啊，或老师啊什么的，他们也会跟我就是回馈一些就是比较中肯的一些评价，还有一些中肯的建议。对，就是也会听取他们的建议会比较多。对，当然就是如果有些时候啊，就是如果有些时候呢，就是会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得要对自己会有一些认知，然后也要想办法自己不断的往前，对，然后把这些所有的声音就是相当于是激励你往前的一个动力吧。哦，明白了。就大概我了解玉月所说的，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然后呢就比如说身边的朋友也好，网络上的朋友也好，你自己的心态要摆正啊，就可能是有些朋友呢对你比较严厉，也希望你更加越来越好，就督促你前进嘛。对，当然了，一直鼓励你的宝宝呢也是把这份温暖一直回馈给月月的啊。对，所以说月月的心态真的特别好，不是所有人都能当 idol 的，比如我就当不了，我是一个内心非常不够强大的人，只要有什么人啊网上巴拉巴拉说一句，我就可能当下立马就我受不了了。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但是你现在性格感觉很温柔啊，就是一切都能接受得了，就是好的坏的我都可以接受，都能受得住，这是一种很强大的能力，真的。就其实我就是内心就是
慢慢的变坚强，也就是、嗯、其实我小的时候不是这样，真的也是感谢你从一条道路吗？对，我小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分辨，就是我经常会没有办法分辨一些声音、嗯、然后就是会经常会觉得啊，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你说的也可能是对的，嗯嗯，然后就是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分辨、啊、对，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就会经常哭，我那个时候、哦、对，小的时候经常哭。然后但是我身边就是有很就是很多就是朋友、嗯、然后特别是我们原来的成员和现在的一些成员，嗯，对，就是他们就是会开导我，对，然后就是会告诉我就是一些道理啊什么的。嗯，明白。就是我在我原来成长的地方的话，就是大多数都是一些就是比我年龄稍微长一点的前辈和姐姐、嗯、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会告诉我就是引导我去往正确的方向去走。那其实你还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嗯、对，我真的很幸运。对，一路走来一个人这样子的话很难很难很 难，真的是、嗯、因为无论是国内啊或者是国际上一些很知名的 idol、嗯、一路以来都是有他支持，爱他的支持他的宝宝们、嗯、还有我们的这个红尘宝宝们对于我们预约的支持、嗯、所以我们希望预约以后呢，大家都说你现在心态非常成熟，我希望、嗯、其实我觉得月月是一个成熟和天真并存的一个 idol， 真的在他身上你会感觉到那种邻家姐姐那种亲切和自然、嗯、也会感觉到在一些很璀璨的场合他所散发出的光芒、嗯、这就是一个 idol 能给我们所有的就是你们的宝宝们啊，你的粉丝们带来的一些力量、嗯、鼓舞大家一直来前行。好，接下来这个问题你会很喜欢、嗯、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最喜欢吃食物可以过来说。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可能大家有点就是我跟我身边朋友分享，他们可能有点接受不了。嗯，螺蛳粉吗？不是吧？螺蛳粉我也喜欢吃啦。嗯，然后还有那个我想排个序。嗯，螺蛳粉、猪脑、猪脑蚕蛹。嗯，然后蚕蛹，你喜欢吃蚕蛹？看不出来呀，月月。我特别喜欢吃蚕蛹，就是经常我就是，就烤的吃吗？就对，就是各种炒的呀。嗯，对，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经常我如果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嗯、然后呢我的经纪人哥对我特别好，然后他就会经常给我点一些好吃的，就比如说蚕蛹、猪脑、嗯、火锅你爱吃吗？火锅，对，火锅超爱吃，烧烤，对，然后日料、嗯、哦也爱吃，就是我还好我不挑食，嗯，反正吃的都喜欢，对，吃的都喜欢。嗯，好，那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嗯、最大的爱好是什么？这个不设限。最大的爱好，我其实最大的爱好、嗯、我就说说最近的吧。嗯，对，因为就是我之前最大的爱好大家可能知道我是比较喜欢就是玩游戏啊、嗯、但是我现在还有我在营里最大的爱好，嗯，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大家可能以为我转性了啊。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洗衣服。不是吧？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大家可能是会觉得我啊，现在怎么原来就是玩得这么开心的一个人、嗯、平时啊就是那种很随性跟衣服乱扔啊、嗯、什么的。所以我明白了，你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但也不是啦，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太忙了，然后就基本上休息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只能去整理一下你自己的家务。嗯，对，然后经常就是就是我会攒一堆衣服没有洗。哎，我想说一个，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我也是喜欢洗衣服。嗯，真的、哦、很奇怪、哦。就我自己，如果自己一个人赋闲在家的时候、嗯，我就是没事我就会挑一些衣服去洗，白色的衣服放在一起洗，然后深色衣服放在一起洗。而且洗衣服的过程呢，如果这个洗衣液有那种淡淡的香薰的味道啊，嗯、你会觉得很享受，整个屋子都是那种香香的味道。嗯、然后这款呢，也是我们月月一直在用的啊，宝宝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的1号宝宝链接、嗯，奥妙的三效合一的三色合一的桉树的洗衣凝珠、嗯，然后给大家你拆开看一下吧。这个是这样的，嗯，哦，因为它有一个儿童锁，对对对，不是很好弄，嗯。对，它就啊，它小朋友哇，月月好贴心。打开之后呢，对，你看一下，它就是三色合一的，蓝色呢是深层洁净，嗯，绿色呢是除菌除螨，嗯，粉色呢是对衣物有一个柔顺，嗯，守护的一个效果。嗯、所以这款呢，你闻一下，好清香。对啊，好清香的味道，嗯，它真的是有点像那个娇兰的有一款香水的那味道，特别特别香、哦、真的很香。嗯，但是它呢，我觉得这种香味它不会很刺鼻，嗯，但是它有留香，很持久。 嗯，好，那如果有和月月还有主持人一起一直很喜欢洗衣服的宝宝们，也可以来拍下我们1号宝宝链接啊。
这个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喜欢用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之前洗衣服，我就是这一瓶，我就搞不清楚，我就直接倒下去。然后我妈经常会说怎么回事？说你这个洗衣液每次怎么用这么快？你是在喝吗？然后我说这个不能喝的呀，妈妈。我全国的妈妈都一样吗？我妈也说你是在喝洗衣液吗？哎，真的，我一周得用这么一桶。对，然后我自从就是我有了洗衣凝珠就很方便，就一颗扔进去就很方便，然后也不用就是这样每天量啊。是的，就特别所有的红尘宝宝啊，如果你想和月月子一起。打卡或 get 生活小妙招啊，洗衣的小妙招，就买我们的一号宝链接，三效合一的啊，三色合一的一个洗衣凝珠，在一号宝链接啊，79.9元今天，而且拍两个的话，立减20，再加赠给各位20颗洗衣凝珠。其实我觉得加赠20颗洗衣凝珠已经很划算了，而且它是又减价又加量，非常非常棒，是的，很划算。好，那其实刚才我问你的这个五个问题呢，都是其中一位 super fan 给你总结出来的。对，所以接下来呢，你想不想和我们这个整理问题的这位你的超级的粉丝宝宝，有一个交流呢？哦，可以跟他交流吗？要怎么交流？对，我们会和这位粉丝宝宝现场连线啊。来，宝宝们，我们这一位红尘宝宝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已经拨通了吗？什么？现场连线吗？我们手机打电话跟这位宝宝现场连线。Hello 啊 ，Hello， 你好，能听到吗？你好。哇，你好，听到嘞。你好，能听到吗？我能听到。来，先和我们月月打个招呼吧。你说。Hello， 你好，我是印堂少女303的赵月。我搞怪。真的是赵月，天哪。对，真的是我。不是假的，好开心。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好吗？好的，我是就是男生。我们听出来了，太可爱了。我是女生，对，就是我这个声音不知道能不能好分辨啊？对，我就是在这里也提一下啊。然后我是看那个。创造营比赛的时候就认识月月子了，哇，然后就觉得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月月子真的非常的努力用功上进，然后特别棒，就特别喜欢她的表演。哇，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你还没有做自我介绍呢，这位男粉宝宝 ID 叫我是男生的。ID 是我是男生。对，我是男性的啊。他是你的老粉啊。对，就是看创造营那个时候喜欢上我的，好开心哦。那你有见过月月吗？没有啊，就是没有，就没想到第一次就是这样的方式就好激动。对啊，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的话应该很少见吧，我觉得就是比一般粉丝会很少见这种情况。所以我感受到了你这种溢于言表的这种开心的心情，然后我们也希望你那个在线下以后预约的一些线下活动啊，有机会能来到现场，对吧？和希望能见到你，对，亲自见到你的爱豆，那一定是另一个美妙的场景了啊。对，我想和他合照啊。哇，我跟你说，今天啊是有特别的福利要送给你的，你知道吗？真的特别福利哦。对。这个福利呢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一会儿呢，我们月月会亲自给你送上一个卡片的一个小的卡片祝福，然后呢是亲自邮寄到你家里的，这个是全国独一份，你知道吗？天哪，就不敢相信是吧？不敢相信。对，有机会见一下，见识一下月月给你送出的那种祝福，真的是太幸运了你。收到祝福以后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天天开心，好吗？笑口常开。好，一定会的。努力面对现在的所有的困难。好的。好的，谢谢。我们感谢这位红尘宝宝。谢谢你。好。谢谢。那你继续看直播好不好？在看直播吗？对，在看直播没？参与抽奖啊。有在看直播没？好的，行，好，谢谢，拜拜，拜拜，好，感谢我们这位红绳宝宝啊，他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直播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提前的预演，没有提前连线，就是现场直播连线，所以有可能会激动啊，然后。
但是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喜欢这么长的时间很难得，毕竟现在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啊，大家会觉得你红我就一直关注你，不红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种情况了。但是他喜欢月月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就是也不说很久吧，就是对创造营的时候，反正呢就是月月一路走来呢都有全国粉丝啊，全国红神宝们的支持，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好，说完了这些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给他送一个礼物，就是给刚才这位红神宝宝亲自写一个小卡片给他送上祝福。这个吗？对，就写在这个小卡片上之后，然后我们稍后呢会用这个小红绳给他系上，像红丝带一个祝福。好，那月月可以开始了。好，那在这里呢，在月月写祝福的时候呢，倩影跟大家预告一下，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波抽奖，又要为各位来抽奖了，送出的还是我们红色的这个三色凝珠的桉树洗衣凝珠，还有一个樱花的洗衣凝珠。宝宝们想要抽奖的话，时时刻刻来关注啊，稍后要继续为各位抽奖。那现在呢，月月在给刚才这位连线的粉丝宝宝送上祝福，亲笔写下的祝福一定要比口头所表达的更加更加的真诚和打动人，所以我们也是恭喜这位宝宝啊，也祝福这位宝宝，写的是什么呢？希望能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哇，看到吗啊，来给一个镜头特写，那祝这位宝宝天天开心，平安喜乐，身体健康，都是非常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个祝福，也是希望我们这位红神宝宝可以以后一直一直守护和关注我们的月月子，谢谢。那来系个红丝带吧。好，展现你手艺的时候到了，我帮你拿着。要怎么系啊？随便系就可以了，随便系就可以了。我不太会打蝴蝶结，是这样子吗？啊，可以，随便系一下就可以了。手抖，没关系。好，我很难得，因为你这是第一次系，对不对？对。奉上了第一次系蝴蝶结，啊，好看，可以的，可以的。就是第一次系这种卡片。哇，你这是不会系吗？这是第一次系吗？就相当于你好谦虚啊，月月。来，宝宝们看一下啊，还不错，是不是很好看？哎，我都觉得你可能会经常就是给朋友送礼物会自己打蝴蝶结吗？我平时给朋友送礼物就直接一个包装扔给他，财大气粗，关系太好了，你知道吗？对，但这位宝宝看到了吗？月月从来不系蝴蝶结的，给你系了一个小小的丝带，直接送给我们刚才联系的这位男粉宝宝，谢谢你，太幸运了。下播后我们直接客服呢会把它邮寄到你的家里哦。啊，很多宝宝们说我好酸呢、啊。他们都好羡慕，化身柠檬精。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抽奖啊，还是抽我们这个两个洗衣凝珠两盒的。来，月月帮我们倒计时就好了。来，宝宝们准备啦，公屏上还要刷 slogan 吗？还要刷口号吗？月月，你觉得还要不要刷？就是刷新的吗？还是刷？对，刷新的 slogan。slogan 啊，新的，我想想啊、哦，想想。就刷，洗衣服选奥妙怎么样？可以，可以吗？好，洗衣服选奥妙，洗衣服选奥妙，公屏上抓紧时间打出来。哇，你上镜真的是好好看啊！洗衣服选奥妙啊，打出来了。好，给大家10秒钟倒计时时间。来，月月帮我们倒计时。来，5、4、3、2、1，截图成功。来看看这位宝宝是谁，月月给大家公布一下。是第一个还是有遮挡的，所以顺延到下一位。这个吗？对，蓝田日暖的这位朋友。后面是 Saber 是吗？ Saber。 对，蓝田日暖 Saber。 来，宝宝们啊，恭喜你。是的，恭喜你啊！无论你这英文名怎么读，但是你前面是蓝田日暖啊，然后下播后24小时之内联系客服进行兑奖就可以了啊。我们送出的是一个红色的三效合一的洗衣凝珠，还有一个薰衣草的洗衣凝珠啊，直接送给你。当然了，我们也是会邀请到月月亲自为你签名的。那时间关系，我们就继续为各位带到福利啊。好，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呢，就是送给我们正在看直播的全国的红神宝宝们。因为稍后呢，就有可能有一位宝宝能获得你这个福利。来看一下，就是我面前有一个纯白色的 T 恤。
这个是没有任何就是 slogan 的。然后月月呢会亲手为我们画上一个、嗯、对吧，你对于我们奥妙品牌的一个理解、嗯、好好、嗯、接下来就是我们月月手绘 T 恤的时间啦，来给宝宝们预告一下啊，就是那个平时自己画这个画画吗？不画，从来不又是首秀又是首秀，也没有了也没有，就是之前会就是有段时间在家里休息嘛、嗯、然后就是会哎，小心小心，就是会那个在房间里面就是拿颜料，也是会买，然后就自己玩啊什么的、嗯、但是就是没有学过啦，但是我觉得没有专业的学过啦。我跟大家说啊，千万不要相信月子说了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说什么不会的时候那一定做得很拿手。然后这个刷子都是我们清洗好的五把刷子、嗯、不同的颜色、嗯、颜料你还需要，你看比如说要需要加水吗？我这边有水，这个这边是调好的吗？红蓝绿，哇，这个配色真的不错，对，是的，好像那个我们的洗衣凝珠的配色呢，是的，你看需不需要加水，因为我也不会画，我也不知道需要加多少水。哎，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尴尬了，尴尬。先扣上来，可以，就是自由发挥嘛，哦、自由发挥嘛、嗯，没关系。嗯、对，就是嗯，就是风格可能不一样吧，就是我可能走的风格可能就是比较抽象一点。嗯，抽象一点，但是我们就喜欢这种抽象的啊。嗯，是艺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对，说的有道理。对，很多宝宝们说月月你是我们奥妙的灵魂画手、嗯、灵魂啊，深入你的灵魂，那究竟能不能打动你的灵魂呢？期待月月子啊一手啊先来试试身手，先试试身手，嗯，来我先注入灵魂，我给你倒一点水哦，倒一点点，倒一点点，倒一点点，一笔注入灵魂。好，我搅拌一下。对，搅拌一下，是这个样子吗？怎么对对对，是奇怪，因为它是比较浓稠的，稍微有点稠啊，可以，其实可以的。五把刷子啊，月子可以那个每个颜色对应不同的刷子，因为免得你再清洗了嘛。哦，嗯，这样子啊。嗯，我来看看洗衣凝珠要怎么画，有没有？它是三色合一的嘛，一个粉色，一个蓝色。嗯，先画蓝色啊。哇，他真的是灵魂画手，你知道吗？他都没选好一个说要画到哪个地方，他随手就画掉了，就是反正都差不太多，真的是很意外啊！但是又让我很惊喜，反正差不太多，就画哪里这个技术也就这样了，也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觉得这一画呢，哎，真的是不一样。他虽然说是画的比较随意的，但是那个形是大家能看得出来的，蓝色的。我不知道我们摄影老师能不能看得到啊？我不知道直播间的宝宝们能不能看得到。他们都夸你画得好棒，你们这些人还没有画出来，你们怎么就夸了呢？啊、就是从这里看了一个蓝勾，你们就看出，就是预知未来是吗？就是看到未来可以画。就他们对你是无条件的爱，就你怎么着画，他就非常非常喜欢。当然了，我们预告一下，就是月子稍后呢画完这个 T 恤之后呢，会亲自抽一位红熊宝宝直接送。怎么像画的像个蓝色的心一样？心或者是金鱼？啊，有点像哎，他自己喷水。对，哎，你这想象力也可以的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画什么？全凭想象，全凭想象。我觉得是很厉害了。而且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平时有喜欢画画的朋友啊，这个颜料不想用到身上怎么办呢？就可以用我们家那个就是深层洁净的洗衣液，或者说我们的三色的洗衣凝珠，它可以一秒就做到清洁，就是很神奇的一个功效。稍后我们给大家做实验啊。接下来是一个绿色，是的，绿色要不要给你倒点水？好，我倒一点点。哎呀，多了，因为我也实在不会画，太难了，太难了。哎，要不要再换一个刷子？没事啊，没事，我觉得应该可以。好，月月就是这么蓝，不拘小节，蓝绿色啊。哎，等一下，哎，好危险！怎么了？我差一点把这个滴到衣领上了。啊，没关系，他们也爱的，怎么着会都很爱的。哎，我怎么感觉画这个方向有点怪怪的？然后是绿色的，绿色代表什么呢？绿色就是有除菌除螨的功效，而且它是99%的除菌率和100%的除螨率。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洗衣它都做不到除螨的效果。嗯，除螨的话一定要选取奥妙。嗯，好，来宝宝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公屏上直接可以分享出来啊。大家都在刷灵魂画手，哇，太棒了！我也希望很有灵魂啊。这个从此以后月月有一个新的职业规划，灵魂画手。灵魂画手专门画画。哎，真的很不错啊，我就不错了，
而且你知道吗，月月就为了避免把这个颜料滴在衣领上，她画得很注意，就是为了给我们红绳宝宝一个比较好的穿衣的体验。我相信他们拿回家也不会穿的，他们会收藏的。我也觉得舍不得穿。你如果说用我们奥妙的洗衣液，好洗一次啊，没有了，那不是很难受吗？对，就很难受，因为真的是洗一次可能就没有了哟。对，所以要收藏哦，千万不要拿出来哦。就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看到了吗？我家 idol 亲自给我手绘的 T 恤的，这是一个啊，真的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好，绿色也已经完成了，然后还有一个粉色，还有一个粉色，粉色应该是在这个区域。嗯，再换一笔刷子吧。嗯，你喜欢粉色吗？我喜欢粉色，我超喜欢粉色的。那下次直播穿粉色衣服你会吗？到时候看这个情况是吧？对，依情况而定。我其实蛮喜欢粉色的，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还蛮有少女心的。嗯，能看得出来，因为我觉得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而且我的队友，就现在队友就经常吐槽我，因为我就是会买那种很可爱的睡衣，然后粉粉嫩嫩的睡衣。对，然后他们经常就晚上就是大家摘了隐形眼镜以后，然后就是每次看我的这个样子，我是谁呀？来。现在呢我们月画的是粉色，粉色代表的就是洗衣护衣的一个效果，而且呢有时候洗完的衣服它可能会发黄发硬，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粉色的助力，它是可以帮助你洗完衣服香香软软的啊。但凡你是一个猪猪少女，你是红绳宝宝，一定要选择和购买我们这一款三色合一的安树洗衣凝珠，今天买的话两件立减20元的同时呢再加赠给各位20颗洗衣凝珠，非常难得，我们可以说是全网全通路都拿不到这样的优惠力度，而且拿不到这样的量，在我们今天月月亲自莅临到我们联合利华家亲旗舰店为各位特别申请到的福利，所以这个时候买是最划算的，此时不买更待何时啊。哇，在我说话的同时啊，月已经其实画的差不多了，也画差不多了，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吧，你觉得可以收工了是吗？嗯，对吧，可以了，我觉得已经很棒了。哎，你们知道吗，月月说他自己不会画画，但是怎么说呢，我的天哪，我觉得此时此刻应该有掌声是不是，就是简简单单的3笔画出了我们奥妙的洗衣凝珠的一个大概的图案，我真的太美了，我就可以如果拍卖的话真的会拍一个很高的价钱，但是我很多宝宝们他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就是全国只有一位宝宝能拿得到，就一位宝宝吗？是的，好好看，怎么办？我想自己要，怎么办？不想自己拿，天哪！但是我会把这个礼物送给我们红绳宝宝的啊，我不会以这个职业的便利把它抢走的。那我们还有些宝宝们说，月月可不可以来签个名呀？在这个衣服上，可以吧？可以。好，太棒了。那月月给我们亲自在 T 恤的签一个名字，然后稍后呢，我们会亲自为各位来抽得出。是拿这个笔签吗？拿黑色的那个签字笔签吧。啊，签字笔签。啊，对，在这里。这个签字笔的话，可能要把这个拉起来。对，我来帮你，这样子。签在哪里会比较好？随意的，反正画的这么好看，签字呢就更不在话下了。要不就是衣服下脚吧。好，那你可以。哇，他好贴心，就怕你们万一到时候穿的时候。把这套出穿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啊，是一个低调但是呢又是非常彰显你实力的一个签字啊，你好认真啊，他给你撑的严丝合缝，因为不撑的话他就会对，有褶皱，褶皱太好看了吧，我必须要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宝宝们看一下啊，左下角呢是我们月月子的签名，然后呢衣服胸前呢是一个奥妙的洗衣凝珠的一个大概的画像，是月月亲自为各位手绘的 T 恤的，在我们直播最后呢，哎，月月子亲自为各位来抽得出，谢谢。稍后的时间呢，哎，我给你整理一下啊，好，我们工作人员麻烦把这个 T 恤收一下，保存一下啊，在直播结束的时候给大家抽，先放在旁边吧。好，放在旁边。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产品介绍时间了。正好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对啊，然后今天呢，因为我们月月是奥妙的品牌推广大使嘛，所以我们会有5个不同的场景。这5个场景是对应不同的产品的。你就按顺序抽吧，就按我左手最左边那个顺序抽吧。第一个在这里。这里。大家看一下。
场景一呢，就是如果你是家务小白啊，或者说是白领，或者是懒人一个，每次洗衣服的时候掌握不好用量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推荐什么？月，这个时候当然是要推荐那个我们的奥妙三枪洗衣凝珠。嗯，来，就是这一款奥妙三枪洗衣凝珠，月月可以拿在手里给大家做个展示啊。这一款呢，它是单颗的剂量，完全不会浪费，而且省时省力。里面是三色合一的，蓝色深层洁净，绿色除菌除螨，粉色洗衣护衣。这三颗合在一起呢，无论你的衣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轻松的搞定。而且呢，它是除菌除螨、洗衣护衣，能做到三效合一的，是懒人必备。而且是不含荧光剂的，我觉得这一款应该是玉月非常非常喜欢的，对不对？对，因为就是我刚刚也说过，就是我经常也是没有办法控制用量，然后我就刚刚在想，我是算在白领懒人还是家务小白当中呢？你觉得自己是哪一个？可能是那个领子，啊，好了，明白。这款大家来拍我们的一号宝贝链接啊，一号宝贝链接今天购买的话，它是79.9元，而且买两套立减20，再加赠给各位20颗洗衣凝珠。好，完了第二个场景是在这里右手边这一张，抽一张啊，给大家看一下。问题是，如果你是时尚女性，特别喜欢穿鲜艳的衣服，但是很容易褪色，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推荐什么产品呢？对，这个时尚女性就问对人了。哎，对，时尚 lady 就坐在我的旁边。也没有，就是我可能时尚女性算不了太时尚吧，但是爱穿鲜艳衣服是真的。对，就是如果就是会就是像我一样爱穿那种鲜艳的衣服，然后浅色衣服又容易泛黄啊，容易褪色的话，我是推荐奥妙金纺全自动洗衣液。对，奥妙金纺全自动洗衣液呢，它是可以一瓶解决衣服褪色和发黄的问题。特别有些时候月月喜欢穿白色衣服，对吧？有些时候穿的次数多了以后，它真的会发黄。这个时候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个奥妙金纺全自动洗衣液，可以还原衣服纤维的本色，可以持久的保鲜，相当于除菌液、洗衣液和柔顺剂啊。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第三款，第三个场景在这里。对啊，皮肤易敏感，家有宠物人群。这个我觉得你特别有发言权，对不 对？是我原来住的地方就是很多宠物。对，你也很喜欢宠物。对，我很喜欢，我特别喜欢那种可爱的小猫猫。对，那经常比如说宠物掉毛啊，对吧？有些细菌呢，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推荐奥妙除菌除螨洗衣液。除菌除螨洗衣液，宝宝们啊，看一下，在今天我们直播间现场也为各位带到的二号宝宝链接，除菌除螨的洗衣液，既可以除菌，而且是100%除菌，可以100%的除螨，让你的皮肤远离细菌和螨虫。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如果家里真的养宠物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时候皮肤可能会起一些小疹子啊，对吧？一些小闭口，有可能是螨虫在作怪。那螨虫如何去清理呢？一定要用到除菌除螨的洗衣液，不单单是除菌的效果，除螨也要做到啊。而且我们这款呢是经过权威机构认证检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场景，在手里这一款。洗内衣怕洗衣液伤手。那这个时候洗内衣你平时用的什么产品呢？我是推荐就是奥妙有一个手洗洗衣液。手洗的洗衣液，哎，我觉得这款应该是很多宝们的最爱，因为女性朋友呢一定要多多呵护自己的这个贴身衣物，对吧？特别有些内衣其实还蛮贵的，你没有每天穿，然后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洗，也不要用什么其他的洗衣液，直接可能会伤害到内衣。对，伤害到内衣呢，有可能间接的伤害你的皮肤，对吧？这个时候用到就是手洗的洗衣液。手洗洗衣在几号宝贝链接呢？是9号宝贝链接啊。九号的话，它是两瓶装的，是内衣专用的，而且是温和亲肤的。原价是73.8元，在今天我们首单券后只需要67.8元。宝贝们，如果要是想用最划算的价格买到的话，一定要领券啊！不管你买的是哪一款产品，一定要先领券。九号。好，那所有的新进来的宝宝们，别忘了关注我们左上角联合利华家清旗舰店的直播间。除此之外，给我们大家点赞。哇，你的人量好，人气好高啊，414.4元。
414.7万的点赞了，可能就是还有一大部分是我们奥妙忠实粉丝了。我觉得这真的是，无论是喜欢奥妙的还是喜欢月月子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好，那刚才推荐了我们五款产品呢，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就是面前有一个辣椒油，来检测一下，是不是真的辣椒油？是要喝下去检测？不是不是，你可以闻一下子啊。哦，是真的辣椒油，真的是辣椒油，是的。嗯，然后呢，是不是了？是的吧？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其他的添加啊。对，是我平时吃的那种老干妈，好像是老干妈啊。不管什么品牌，反正就是辣椒油。对，就辣椒油啦。对，接下来呢，我们用一块白布，看到吗？哦，检测一下啊，鱼。嗯，是白的。对，就是白布，白的，简单的纯棉的白布。稍后呢，我们用这个白布蘸一点点辣椒油，蘸一点点辣椒油，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奥妙三色桉树皮凝珠它的神奇效果啊。那为了不伤害你的手，我直接为各位，没事，哎，没关系，我也可以，我给他蘸一点点啊，月月太贴心了，我就给蘸点，蘸，对对对，这也不会伤手的，蘸点辣椒油，我天哪，哎，我觉得他这个实验真的是对自己好狠呐，直接蘸辣椒油，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洗衣液的品牌能做到这样，我也觉得。然后呢，接下来月月帮我拿一个洗衣凝珠，好的，要就要这个啊，就要这个，等一下。有没有开过啊？没关系，随便开一个。哦，蘸过辣椒油的，对，洗衣凝珠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好，放在我们的水盆里。对，哦，来，我来给它就是搅拌一下，搅拌一下，模仿一下，捏，能捏动吗？现在还不行，它大概要，因为对它遇水大概20秒。哇，我给你捏爆了，这个是，没关系，爆了。这个加速我们这个直播的进程，没关系没关系，特别棒，月月，我们就喜欢你这种特别特别实诚实在的 idol。 然后这个洗衣凝珠呢，它其实到水里面20秒之后呢，就自动的溶解掉了啊。大家不用担心啊，自动溶解。对，这个时候是自动溶解，就是不是捏爆啊，这个用法我这边可能有点，但是我觉得很爽。哎，就你有时候就是用这种洗衣凝珠的时候，哎，能感受到这种洗衣凝珠它里面是真实有料存在的。好，搅拌、就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洗衣服了吧，最近啊，就捏一个，好解压呀。是不是啊？好，那现在点赞数还在增加啊。买奥妙送赵月吗？啊，不送啊，怎么会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已经能闻到这种味道了，是不是啊？好香。香香的味道，而这个水呢是淡淡的那种洗衣液的颜色啊。哎，它其实有泡沫存在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蘸过辣椒油的棉布放在水里。哦，去揉一下，我来揉。好，是一起。哎，小心伤到你的手。哎，没关系。哇，它好贴心啊，月月真的是好温柔。你看，其实我们就简单的把它揉几下，它立马那个就是辣椒油啊，它辣椒油那个分子全部就立马溶解掉了。哎，再分解。多揉几下。好，我到底在惊讶些什么？这不是我平时干的事情吗？然后吃东西吃到衣服上，然后对，你经常干这种事是吗？就是我可能是吃东西太频繁了，就是很容易遇到这种事情了。是，好，月月可以擦擦双手，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现在呢，它大概已经溶解的差不多了，因为我们这一款我刚才蘸的还是比较狠的，我是一个下手相当狠的人，我蘸了很多，我就简单的月月和我揉拭的这大概也1分钟不到的时间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小心，没关系。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刚才中间的位置啊，中间的位置是蘸过辣椒油的。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洗衣机你洗不可能洗1分钟，如果你要去洗1分钟能达到我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已经很了不得了。宝宝们看一下，对不对？它的辣椒油迅速溶解任何油污污渍，立马做到除菌除螨除污渍的效果，特别难得。是的，他们都在说你是猛男。已经很不容易了。是的是的，搓一搓，再搓一搓。是的，再搓一搓，有点强迫症。对，我明白了，月月是一定要把它洗干净的。真的，导播老师，我们今天要延时。哎，因为平时你是用洗衣机里面去一直转。好，赶紧拧干净，我觉得可以。好，也很难得了，看他多白。是的是的，宝宝们啊，这是洗过的，看到了吗？
就任何的油污就看不到了，嗯，没有任何的油污。对，而且因为她这个老干妈呢，你看一下她这个太红了，太油了，你平时能做到这么油污多的时候吗？除非你把火锅那个底料往自己身上倒吧，很难啊。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用机洗，就用手揉，就揉得这么干净，嗯，可以。由此可见，我们这一款奥妙的桉树三色凝珠，嗯，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功效。哎，要不擦个手？谢谢谢谢。好，我把这个水端在这里来。好，可以了。嗯，好。OK， 好，可以放在这。来给月月洗手吧，我就先不洗了。谢谢，感谢大家啊。好，那刚才这个实验结束之后，月月，嗯，觉得怎么样？我们这个奥妙的品牌，就觉得很神奇，嗯，就很像魔法。魔法，大家都可能都知道，我之前是魔法少女。对，魔法少女，现场爆珠，魔法少女，好难。我觉得月月真一点都没有那种idol 明星的架子，真的好有亲和力，而且刚才帮我亲自去揉，这太难得了。宝宝们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羡慕所有的红神宝宝们，你们真的是选择了一位特别特别就是爱你们的，嗯啊，同时呢又是收到你们所有人的支持和爱的一位，嗯，我们的 idol。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抽奖了啊，哦，嗯，接下来想一个什么 slogan 呢？于slogan， 嗯嗯，我想想啊，奥妙真妙，奥妙真妙，好，奥妙真妙，嗯，因为这个我看一下啊，对对，好，那就奥妙真妙吧，嗯，奥妙真妙，来，宝宝们，倒计时啊，准备十个数，奥妙真妙，打出来，公屏打出来，我希望大家不要打任何错别字，奥妙真妙，嗯，好，那月月帮我们来那个，看看，还在看屏来吗？有没有人打出来？奥妙真妙。说这块布能送他吗？天哪，你们这是这块布，我跟你说送不了啊，这个主持人自己拿了，自己收藏了，好不好？奥妙真妙，抓紧时间往出打。奥妙专业去渍去污，非常厉害，是的，专业的。嗯，奥妙真妙，主持人当场加入老婆团，不是好吗？我早就试了，好吗？早就加入了。对，早就加入了。奥妙真妙。哎，你们的网络延时有这么强吗？是奥妙真妙啦，奥妙好厉害，也是对的啦，说的。奥妙太棒了，他们都在夸你。干净的，是好干净的，你知道吧？像我们这种那个波卡的那个魔法王国，一般都是用这种东西来洗。是吗？用我们奥妙洗凝珠，对，因为我是魔剑公主来的，就是我是很有话语权。哇，我代表了整个魔家。厉害，魔法国度，天哪，厉害厉害厉害，不愧是奥妙。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抽吧，嗯，因为他们可能还在刷，嗯，好不好？嗯，好，来抽一位宝宝啊，送出我们的这个礼盒。好，嗯，来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截图。哇，这个手势好有爱。来，月月给大家公布，哎，是这个吗？对，是的。一大锅银河，一大锅银河，一大锅银河啊，嗯，是我们的新粉宝宝，一大锅银河，嗯，来恭喜你啊，恭喜这位宝宝，我们会为您送出的是月月亲笔签名的一个红色的桉树三色凝珠，嗯，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薰衣草的凝珠啊，两个产品一起送给你啊，我们月月稍后呢会亲笔给你签名，嗯，好。那其实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大奖没有抽出，嗯，就是刚才你那个亲笔画的这个 T 恤，嗯，给大家直接抽吧，好不好？好。那这一轮呢，最后的终极大奖，如果你真的想拿的话，嗯，啊，好好看！这个时候我这个角度看，你是不是很好看？是不是？对，很好看。嗯，啊，嗯，你这个可以当做发展一个副业了。发展一个副业，当画 T 恤，画 T 恤，然后另外一个副业洗 T 恤，洗 T 恤。当然了，如果你想一秒 get 月月同款的话，嗯，要拍我们的一号宝宝链接啊，当然也要一直支持奥妙，嗯，那么这款 T 恤还有我们的一个月月亲笔签名的一个凝珠薰衣草味的，还有我们三色合一的桉树的洗衣凝珠一起送给大家，嗯，也就是三件礼品一起送给这位红神宝宝，嗯，究竟是哪位宝宝可以揽此最终大奖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他们现在才刷，你看到了吗？
啊，看到了，你们这个网络是真的可以的呀，非常非常棒啊！原来我们不是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朋友们。对，好，原来我穿越了。啊，原来我也穿越了，好巧啊！相约在2020，相约在嘉青旗舰店。嗯，来，宝宝们啊，倒计时，他们还在刷奥妙绝妙，在刷。嗯，那我们现在开始截屏吧。嗯，好，五、四、三、二、一。倒计时，奥月给大家公布最终神秘大奖的获得者是造奥的洗衣机。造奥的洗衣机、哦，造奥的洗衣机、恭喜这位宝宝获得了由我们月月送出的一个 T 恤、还有一个三色的洗衣凝珠以及一个樱花的洗衣凝珠、全部送给大家。樱花的洗衣凝珠，对啊，这款樱花的月月常用，对不对？因为就是粉粉的好好看哦，就喜欢粉色。对，好，那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是送了这个五轮大奖、我相信大家拿奖也拿到手软了。那最后呢，玉月能不能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你今天做客我们这个联合利华嘉青旗舰店直播间的这样一个感受、同时呢对我们所有的红神宝宝送上祝福。就感受就是很开心，然后就是过来就是又画了 T 恤，然后又就是洗了衣服，是洗了一下那个，做了个实验嘛，做个小实验，对、然后其实还蛮开心的，是一种新的体验。然后就是其实就是这次能来这回直播间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自己平时喜欢用的一些东西，然后还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心路历程，其实是蛮开心的。然后就是希望跟我的红神宝宝们讲，就是希望你们最近不要太辛苦，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想自己前提一定要开心，一定要快乐。对，开心的快乐才是我们的主旨，对吧？对，让自己快乐才是最终意义，对吧？对，我们也谢谢玉月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谢谢玉月能成为我们奥妙的品牌推广大使，跟我们大家分享奥妙的所有的好物，也感谢我们全国红神宝宝对于玉月的支持，也希望你们啊一直支持我们奥妙。好，那么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啦，接下来我们和玉月一起来吃火锅去了，拜拜，各位，拜拜。